出来了，恐龙出来了，啊，可爱呀！到现在，欧托曼你们卡住我的机头了。哇，那只好大啊，哥吉拉是不是？有人看到啦，很大，对不对？往后面看，有人看到它头。咦，我是啥？它就会掉进海里，这海很高很深很危险。有看到那个那里有两只恐龙，有人看到吗？那只是谢老板。等下我会经过巨大恐龙，慢的，一点点的而已。我看到的是个小，然后下面就是个海，不过不会掉下去。现在我已经画背景了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准备去看恐龙了。现在已经在马路了，不用担心掉进海里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大，是大恐龙，有没有很大？小猫咪，你在这里，我帮你跟大恐龙。来来来，大恐龙。他现在在漏气了。啊，你看那边在灌什么？你看那一只，你看那一只是什么？我们面有没有在看？有啊。他要灌什么？到啊！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！我会注意你的话的。该灌好了，灌好了。我们录影灌好了。先吃恐龙哎。在这啊！你要对准那个恐龙，它要灌起来的。好小只哦！它应该也跟那刚才那只黄色的差不多吧？哇，它灌气好快，对不对？你有对准吗？小猫咪有对准啊？有啊有啊！啊，对准了，那等一下会很大只哦。它对。活着的，它要起来了，对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录到吗？你有录到呀，你有录到。
起来啊，你看它现在趴着了，对不对？对吗，小猫咪？小猫咪，你要看，你镜头对到它吗？哇哦，它好大了嘞！它站起来了，妹妹。哦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小猫咪来，猫咪来，连看妈妈。它站起来了。哦，它会飞起来吗？它会飞起来。哦，它快要飞走了，小猫咪。不用绑线吗？看我，不要看火了。现在你们的度量已经39了，40。它往我这边来了啦！它真的会咬的哦，像芒果似的咬的。它往前了，休息后休息脚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好，走走走走，活步啦。那我来看一下小丑鱼吧，我来找小丑屋。 Let's go， 不一不一 Let's go， 绿三角龙的家，三角龙要不要给三角龙牙？大洞啊，什么要不要给三角龙牙？是玩具。哇，你看这个姐姐好会摆 pose 呢。南瓜马车呢？南瓜的马车，你还拿去坐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小小的点下去，拜拜。